在座各位嘉宾，各位乡亲士大，老烦举起着恁的双手，以着恁最热情的掌声，欢迎阴暗最佳的青年主演张浩伟老师出场，掌声鼓励，哎！啊，非常感谢咱在座来宾，各位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啊，今日啊是咱哦小弟弟啊非常热情啊。啊，今日也就是咱在咱草屯敦和宫第三天的演出，咱布袋戏愈来愈精彩，愈来愈高调。今日咱布袋戏准备就是由着咱。贵党的咱贵玉婷，啊，咱贵党的贵玉婷，无少堂主啊来邀请皮团来到本地来演出超大型金光布袋戏。啊，咱今日所做戏文赵兰章的连续，南北风云温秀元，国际罗摩英雄本的专辑，咱故事演变如何？咱简单介绍，天下霸王星被国际罗摩一群溜车群拍入深溪绝谷。这个时阵，一道的气功来将霸王星救走。这道的气功到底是什么人来将他救走？是要来救伊，也是要来杀害伊？这是一场的谜中谜，在今日也会当来解开。搁再来另外一方面，三两派告主名一声，听到霸王星练得千克绝骨，千克绝骨在最深处的所在，正是金刚城。金刚城内底面的告主，金刚至尊三拜礼。三拜礼一生当中有锻炼一支的宝剑，名叫金刚宝剑。这支宝剑威力非凡。那如果这支宝剑被霸王星夺取，武林江湖陷入危机。在这个时阵，命一星用伊最快速的轻功要来找找霸王星，殊不知出现一位不速之客，正是怪问混天眼。在一场比赛当中，到底谁胜谁败，故事演变如何，今日也会来分享。在这个时阵，三两派所有军阶，众人也来找找霸王星。这个时阵，来找了魔剑龙君，无卡周天王。这个时阵，用了一波功夫，点出魔幻大魔手。魔幻大魔手为了非凡，这个时阵来对付三位三两派军阶。到底这三两派军阶性命是生？也是死，无人知晓。在今日故事开端，一步一步，咱布袋戏愈来愈高调。在中间，也来穿插着咱川剧变脸秀。有看过咱用人来川剧变脸，布袋戏人啊，嘛会晓川剧变脸。这是一种无同款的艺术，也需要真侪时间来训练。咱这部。咱要准备就此开端，请收看本团精心制作独家节目《南北风云温秀元》，国际罗摩英雄本。在这个瞬间，空中之处带来一位魔幻大魔手喽！
穷无，无间龙君，无间龙君，交还也无还，待我修，要来改观三阳滚阵。何家人魔幻大魔手，威力非凡。到底是什么人魔剑龙君为怎样有这么厉害的功夫？至今呢，我三人只好运用法术，展出惊人金光法，阴阳神功。三人运用阴阳神功，展出召唤，才有办法制服魔幻大魔手啊！哦。一下召唤，阴阳大魔手，阴阳大魔，阴阳神功，阴阳神功。这个时阵，三人已经运用法术，出使金光速射。阴阳合一，一招阴阳合一，阴阳神功再出武林。魔幻大魔手，做平丹我飞向武林路。这个时阵对付阴阳神功，阴阳神功纷纷现现，也渐渐消失了。
阴阳神功小妹，生命危险啊！魔幻大魔手，魔幻大魔手，威力非凡。三两牌，三两牌，三两牌冠军已经稳稳显显，这边喽。我一修，我可遭天灾，我变龙棍。哈哈哈哈哈哈！三阳派，三阳派的棍剑已经比我消灭，必须遭罪一生当中的敌人，独梦高万里。海面能前面红绿灵下带丢弃云干团水国际流魔红无体大脚一心混混是不是东南离不近呢如果真正是你我可怜两你倒在世间哦惊人惊为你回怀我可走天来我敢龙棍一招一招魔幻大魔手惊动所有敢我武林哦就在这个时阵，另外一方面，三两牌，三两牌，性命一生不怨天。这个时阵对付怪物，混天眼龙。愧是你命一生啊！哎呦，今天你要来遭罪，天下报应！我叫你敢当，我高祖在五丢九变太阳星，你就对天下宣布，交接
去所有的妖道，要来被耍的你啊一些不算个，今天几根鬼根香，你用全部了，鬼根香给我，鬼根香的地位全不够强，也比山羊还不行存的机会啊！我这个西尊要准备点出来就交干了，这不干我混也行的，要你了解，要你底下我怪我混天门不带给这位了吗？西周为阴风强暴，这个时阵三雄一将，八大奇将为敌都。什么？为何西周为阴气浓大？到底是什么物件？到底是什么物件呢？为何臭气冲天呢？八大奇将，八大奇将，那是由我性命爱主意咯。家人不带记住，那是因为为国性命安全，只好要在秋中武士点出莲花神功，救世莲花呀！莲花绽放千万里，能使人将生命破心命里归如意。救世莲花！救世莲花出现干涸，在空中之处也不断环绕，不断旋转哦。
来其中，不来其中，出来其中，归地图，对付就是 M V。就是两回回到回还，八大奇招归帝都，一击将将失败。想尊为儿孙啊，几乎寡跟儿尊相比太阳儿并不够足，太阳神儿子儿三年派告主名一声，危机救生，只好再点救生莲花，莲花再现的功夫，为国性命。至今武林的结束有可能来临，我三年派名一声，只好赶紧赶到千客绝国的所在，找出天下霸王星。如果真正如同传说里闻，霸王星如果来得到这支金刚宝剑，那这招真是如虎添翼，观看真实，不知霸王星不知在哪里，观看前日前去绝骨，找出霸王星啊！交代你的时间。天下霸王星在金鸡绝骨喽！哇！霸王星，霸王星，霸王星受了刘彩坤的改观，这个时阵，新爷爷已经面对金鸡绝骨的所在。就在霸王星准备碰上谷底时阵，一道天光将霸王星救走了。神秘神秘神秘的天光，神秘的天光，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人来解救你？哇！哇！好凶好凶，在我准备梦想谷底时分，一对气功将我救走，到底是何人？到底是什么人救我呢？啊，什么？明将，明头将，建功速下，建功速下，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金光速侠面前一对神爷这位英灵吗？到底是何人？我霸王星用情观看。金光再现，金光再现，金光再现，一道金光出现。温温很很温温很很，做人一多神秘神妙，树林到底是谁？这人到底又是什么人呢？
出汗淋漓，兵勇带路徛人的英雄，主领兵威是他人，乃是魔高中军师，作多吉祥，鬼吉祥。雷吉亚星，滚书台林，宝星残根，霸王星，那不是我吉时的狗位，恐怕无够第一只狗意，就爱换人咯。滚书，我如果无跳你这绝谷，恐怕我生命完全无希望。我也感谢军师你及时的解救。免啦，细声的话不免细讲。我只不过是路过此地，霸王星，我有一个计谋，希望你会当参考。哦。强军师有何奇迹，在这里绝高不远之处，正是通往金刚城的密度，也就是你的朋友金刚至尊三拜礼啊。哦，军师，滚出！为何随出处理的命令？我平常时叫你逢年过节送银油单个礼品，这就是要你巴结金刚至尊，你的宝剑堪称天下第一名剑，至今机会来临，也该是你贡献的时阵哦。哦，不愧是魔高的军师，鬼吉祥，真是好计谋。多年以来，原来你不管在布局。你是魔高中的军师哦！勇傲之人，就是不断在思考嘛。有困难的时阵，就是爱用智慧说明。霸王星，希望这个贤士小心啊！再回路，文书带领已经离开。不愧何计谋，不愧是何计谋，只有一个计谋，我霸王星做王，不愧是魔高中的军师，鬼计谋，这错你也出现，也让我对你有不会过欢乐。
天的时阵，金光四射，金光四射，一股的神影缓缓出现。世事多变化，游走江湖观天下，出口成章做流言，莫是为人不是仙啊。真是心中不乱啊，多年布局为了这个，不愧是我周嘴对手，希望油条一日会当伊哩规矩性交手一关，来一场智慧的交战。话讲今日这局，这也印证我对国际罗马做海流言确实无错。从天不该破魂，魂天难道作命人，尊家禅师正刚性，风雨不断多叹声。先必将，出口先将做流言，前国无完发点球，游走江湖不断做下流言，这个习俗到底会带来什么款的命运呢？时阵，国际罗马风雨天大劫，一波一波也准备进行金刚侠来对面，找出霸王星的神影路。就在这个时阵，出人。想可知人？你什么人？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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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国色如墨，我丢啊！唔知呀，你是故意当作无识识，也是你自己心内有鬼呢？做出纪念，为中有为哟、哦！有为嘛，当然有为。自己做过事情，难道也会袂记哩吗？兄弟啊，家做家担当，我问你。
你是不是跟我失踪之日同安里不敬红雷凌霄太表气需要回答我一句话。是，阁不是中央吗？当然，这是我一生的愿望，绝对无可能完成。我可能让你在这个世间生存啊！欺骗你们，但是你能换一个角度，如果我是红雷凌霄代表去，你想，你现在有讲话机会吗？啊！我有感受力，要敌人坑你三叔你有心，下回多想，你们能来听别人的话，来认识我国之无名，要敌人敢做敢担当，无什么问题属于我。再对你见面，当然你不敢。红雷凌霄代表旗，也不是你惹的旗的个性。期待，期待地面，我天龙棍。我所共其位，希望你恒在心中。亚敌人讲的话，只需一拜，别怒。你是黑暗中的明灯，国之如母啊！以我人的角度，我甲你钦佩。但是今天以你之名，讲话当中你保持你的身份，但是是东西，自己心内有数。国之如母。我一定来追随你，期待你我两人给你最机敏啦！时阵，神风高骨气势非凡，全一位先天之力。天罡最尊，三拜拜。
一生当中最念一支真功夫剑，这支武剑为你家人已经锻炼成功，连这支武剑就是要来做罪杀害我爱妻凶手，希望有朝一日你当为爱妻报仇，希望爱妻所遭罪杀害弟弟的凶手你当为我所杀。为怎有声话有人哀声惨叫的声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哎呀，哀声不断，我这个所在正是情景相救，为何有人口吐血话的声音？金刚至尊三百里，主席官跟乡情官看。一起立天豪报兴报兴，你违反我雄雄瑞瑞，我赶紧将你抓回营救。感谢啊，感谢你对我营救，你真是救人大好人啊。报兴，你卖酒水朋友一场，你也不愿与我客气。平常时也是受了你的照顾，逢年过节也是受着你的牛蛋一档的品。看着你无事，我就放心了。全港最尊，感谢救命之恩。放心，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人所杀的你？金刚最尊，天你比我杀害啊，为着我的性命，伊你也是有千多的牵连啊。哦，伊有牵连，什么人？我暗中要来调查杀害爱妻的真人，今日被我报上坏，两代人打倒之下所杀害，至今无舍心来面对这个所在，原来你错，报上，你最已经找到杀害我爱妻之人，到底什么人？到底是何人？金刚最尊，这人正是我眼中的明灯，国最如魔啊！对，既然是伊，既然是伊，该何？万修人既然已经出现，心中的火要按捺不住了。为爱妻不完成，为爱妻不完成，我准备提出金刚不掉，杀害万修人，以示罪孽啊！万强，各位万强，千万不可，家里听清清。报兴，为何你水灵？红彩万一他贵州素为好，共在如魔刚火为化，你也已经雄魂累累，你也刚火在魔之上，共在如魔这个人诡计多端，需要修仙的天赋。
如果伊来用少年的教唆来杀害你，他你一生的心罪，尽当不掉，岂不足落在伊的手头吗？啊，真是好凶，真是好凶！我家在伊的宝箱来提亲，不然我先去全部糟蹋。那只鹰，我兵不动，枪。现在我所使用能力的技术，第一，假是雕虎离身之计，引你离开，我就办法找出金刚宝剑。第二，我来利用你金刚之罪，替我解决国际内幕，不管是成功也是失败，都不要紧，因为这个宝剑已经是我的，这就是我天下宝剑用刀不用钢啊！这时阵天下爆声，他准备亲自金刚下来见面，找出金刚宝剑。宝箱不管造成金刚宝剑，但是伊也无造成金刚宝剑在哪里？奇怪，为何我不断在造成金刚宝剑？为何都无发现？到底这支金刚宝剑收在哪里？收在何处呢？宝箱。请你住手吧！老孙儿，没有一星星，谁？霸王星，你的行为太过欺凌，金刚至尊三拜礼，已对你无动之计何用？你既然为了一支金刚宝剑，利用少年的魔术来利用金刚至尊，你真是罪恶逆天呀！住口！你要一些，你无足给公我报仇，别怪我，就爱怪金刚至尊头脑太会改造。在你处相信我，放心，你真是太过分，既然丢了人与人的信任，来欺骗他人对你的信心，欺骗伊对你的相信。我以金刚至尊也是好有情道，我命生不准你自由走。是吗？你讲不准就不准吗？云天，我来到金刚城，拢爱感谢国际如我。为了想便宜就输，我来天地这心气作怪，独出不进，就是天对我安排。金刚不进，命一线，你听我说。这起步
我非你不可呀！几乎顶出五中中秋中五中之时，三时之间其中之时呀！啊！三时心中其中之时，莲花化形，化为神风呀！啊！要救我的心啊！
新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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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的干部就是新红回来想同路路就是新红对付回天来怪兽，到底是什么人生存？到底是什么人生存呢？从来的时阵，两点对决之中，大地也产生变化咯。到底是为什么？到底三强对话？大地也会重现，大地也会重现咯！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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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哦，我将观世界，求命太阳神啊！有关我无敢失踪。
你敢想一想，明仔日生你不免彩虹，我太阳是自由安和乐。高祖，那我就专心找水这个金刚宝殿。今日地主只准小人，不准失败，赢得了就抢了。好主意交代，这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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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在乎大地三生百万，有在乎的火烛天，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呢？一宿吧，一宿吧，一宿，一魂天，搞出来吧。
台地不断震动，到底是什么人？到底什么人出现呢？天神回还，天神回还，不是空中带来飞扬的大旗哦。一路飞扬在空中之处，这个时阵，一道的身影，稳稳现现，在空中降下喽。这个时阵带来一位啊，传奇变脸家。各位朋友，有看过布袋戏川剧变脸无？无同款的特技，无同款的艺术，来欣赏布袋戏川剧变脸。来，各位观众朋友，会使坐到我，会使坐到我咧。看看咱布袋戏川剧变脸，无同款的艺术来哦。各位观众朋友，会当徛到我咧，会当徛到我咧。来，咱这个时阵，数到三，啊，咱数到三，啊，咱川剧变脸家，就来变出咱一面恐龙。来，一、二、一、二、三、哇！来，拍一个鼓啊，掌声鼓励一下。来哦，搁再来第二次，咱即摆是黄色脸谱，黄色脸谱，搁再来，咱邀请着咱几位咱观众朋友来斗三工来画咱一二三，有在一个有志愿的无？有志愿的举下手来，来免免惊歹势，好，来弟弟来，弟弟来，来阮邀请着咱弟弟，啊，咱弟弟来帮咱画咱一二三，来。一二三，哦，掌声鼓励一下，咱谢谢。咱观众朋友，伫遮有一个距离，咱予咱观众朋友无同款的视觉效果。近距离、近距离，咱才知影咱布袋戏的功夫、布袋戏的艺术。咱这操练时候拢是训练、训练真久，再来表演咱一场川剧变脸秀。咱邀请咱操练师。来到咱观众朋友面头前，来表演川剧变脸秀哦！哎，好诶，老师哦，你真辛苦诶。来，我暂时做一下助理主持人。哎，哎，观众朋友来掌声鼓励，欢迎到咱川剧变脸，跟咱近距离接触。来，掌声鼓励。哎，咱这吼副执掌诶吼，特别爱掌声鼓励。哎，副执掌诶来。今年几岁？十一岁了，厉害不？我来看我嘞，哎，今摆这是感冒型的啦。来，观众朋友吼，对外声音能喊三二一哦。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来捧好机会哦，手机、照相机都拿出来，近距离。刘嘉玲的各位，你可以靠近一点，你也可以再靠近一点哦。0.01秒，川剧变脸哦，来。我给了，观众朋友在喊三二一，好不好？好，好，来，这位倒数，来，三、二、一，有变吗？无，就是破啊声无够大声啦，较大声，好不好？来，这位对我喊三二一，好不好？来，三。鼓励你哦，鼓励你听我英语，我英语买通了。绿色哦，
老师，来给我连呼哦，没问题，来个北大话来，来来来，老师麻烦姐，来，咱麦讲干头前来来来，来搞我阿娘回来，观众朋友后面观众朋友来，爸爸妈妈快点近距离哦，近距离点来来看看看，来给我来，手机照相机拿出来哦，来来来挂下挂下，我来停跟华姐说来，今麦什么颜色的衣裳？青色，青色，公益颜色，哪样讲哦？绿色来。大家都准备好谁没？准备好谁哦？手机照相机拿出来哦！0.01秒川剧变脸，你们画过人北南吗？画过人啊北南？这一喊321好不？我来讲话喽！啊，哪变有邪？那应该啊咯！看大声！好，唔对，来注意听哎！3、2、1，哎呦我这里，你嘛？无画意义就袂变，你来看。阿姐啊，互你看无，即个重担互你来。3、2、1，背景颜色，哎，江夏过来哦，哇，那个超好师哦，天才副局长。老师啊，难道在脸谱内底有唱开调？阿公两调，你看厉害无？江夏过来，来，来华志平，华志平观众福利哦。来来来来来来，哇，这特别对材料吼，因为本来是要请本身人来啦。但是班机都唔飞啦，班机唔飞，所以这些人啊吼，已经来咱台湾3礼拜，加隔离45天才出来咧吼。这些人啊，隔离45天才出来，因为时间规定啊，只剩15天哦。来，观众朋友，听好未？手机照相机准备好未？来，对我好，来，3、2、1，哇，帅不？来，最重要一刻，来，你叫我有心不？哇啊！来，对我传下关键火力同领导哦，没办法，谢谢。来，江夏好像两位超老师，天才个动物哦，阿个舞，阿你个花都变你们是无？阿你不是，不是你江夏来者？卡大声，来讲咱超短的红心团的钱，卡大声无？来，准备哦，老师准备变哦，来，三。记得哦，我一会儿不会摇手机，大家记住没有？一变，哇哇哇！把机会翻天啊，把机会翻天啊！这里千公万哦，这里开得我来看，红色的来，江夏红的龙女超好吃，江夏过来，谢谢谢谢哇！那个主持人交给我们张浩伟老师，谢谢谢谢，让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啊，让廖宏文廖宏文老师。也再次谢谢我们的两位超偶师，再次掌声鼓励，给他们献上最热情的掌声。接下来啊，要来感谢，感谢咱草屯屯河宫，啊，咱内底所有啊，咱委员，啊，郑州皮团，有咱非常精美、非常好食的精美小蛋糕，西点蛋糕就对，非常感谢咱在此十分的感谢，是不是？给咱播的戏节目要继续来进行，咱播的戏愈来愈精彩哦！来，哇！在老戏节之时。来游上太阳神吹烟干河，这个时阵大地起了变化，山形温度提升。这样话只好再次登出球场的武士，三世神功救世莲花，救世莲花再出武林咯！啊！谁人会呀？人会，沙绿白色的人会，再从屋里路。
人非心肝，人非心肝，再出武力。这个时阵，徐秋伟已经建功数下。我该离开金刚城吗？还是要来保存金刚宝剑，为正义牺牲？到底你何是好？到底你何是好呢？这个时阵，一道天光出现了。天光出现，天光出现，一道天光。就在明医生进退两难的时阵，将明医生救走了。就在这个时阵，大地依然三生不化，也会重天。
我名声、性命难违时阵，来找因了一段气功，将我带入去难关。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是何人解救呢？名一声，危机就是，你也有办法应付我哈。原来这是三娘牌开机原主三将殿皇殿，这位稍等我。道は一つ气冲天，气冲天，危机的气氛瞬间转为平静。空中之处也带来太极八卦。啊，此物太阴，声が高あて気が鳴れば。也在此，在此也特别感谢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咱明东科技大学，咱邱义峰，邱义峰教授，莅临指导关怀，谢谢，非常感谢。就在这个时阵，八卦之中，八卦之中。八卦之中再出一波云公路，各位观众朋友，咱本团结合咱三 D 动画，三 D 动画这个时阵也出现在舞台，包括咱现代科技艺术，三 D 电脑动画也出现在此路。就在此时，八卦之中带来一道事件，八卦三相变化，三将顶红顶，武功传天下，也准备献出罗山金面目。花竹顶光灿灿，看乌鸡雕鸾亮红红的神仙啊！手中盘起一朵花，神风渡君气急飞元。初临正是三娘牌开机元主，三将顶红顶。原来正是三娘派开机原主三将殿皇殿前辈，名一声，金融关头无必要做出无计划的牺牲，金刚宝剑确实奥妙无比，你身为一名三娘派高手。如果你有什么回响，所谓教导是要你何安心呢？真不，但是如果金刚宝剑被霸王星吹去，
霸王星的功夫非常的惊人。如果真正得到一支真功宝剑，恐怕无人能比啊！杨一心，宝剑真好，世上有天下第一剑，丢天下第一刀，包括太阳神也是如此。你我同生阴阳互存，看是我同生，也是夕阳时。至今，我已找出两个人，都跟进风风，你找出天下第一剑，我剑快渡。你我同生阴阳互存。你来找谁为娘的代表，万事观音万华美丽，两位的身高必定爱找谁出来。感谢感谢政府指点，我明星绝对谨记在心。两家事情完成了后，再来新生家庭催我，明星必定爱完成故事。前辈故地，这是对外疼惜，感谢前辈。我也准备回转三阳派，对三阳派众人宣布，找出乌家快刀，一个怪人为娘的代表，万事观音万华美人呐。那这样，我明生即时回转三阳派呀、啊。一生的对话，我听了一清二楚。想要来对付高祖太阳神，何这么简单哦？万花美丽，乌鸦快渡，这两人，我会让伊永远消失。你有你的计策。我有我的计谋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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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在这个时分，一道的神影，正式的眼睛翻中西魂迄里，国际罗马风雨天大劫。这个时阵，也一种潜力要来找找前刚至尊。
国最牛，造出金刚至尊的形象，到底人在何处？人在哪里呢？要来造出吗？有胆的，一人破！国际如我想要来造出金刚至尊吗？这根棍术已经对咱魔高下令，我可能了你平安贤术，要来造出金刚至尊，不这么简单，要来同归这关，我且不可能啊！我傲吉星，最有弥天，今将人将我为主，不可能来对我国最无望。是吗？今日你人多为少，将你国最无望包围最相不同。就要来造出金刚至尊吗？我这么简单，我这么容易啊！所以神天狼，所以神天狼听着，对这个国际罗马包围，包围最是不同，让你死在这个地上吧！啊！魔高大队，魔高大队，一定！国际文化红布旗大飘，到底是什么人幸存？到底是什么人幸存呢？新闻，吼吼！哦，恁娘的老比赛，吼、哦，要求大丁，要求大丁啊！哦，为咱这个目镜乌的嘞，国际罗马红布天大镜，吼、哦，真正有够，哈哈，要死我！啊，这样吼、哦，明日先回转，咱咧回到咱三洋派，对三洋派所有大大小小拢甲宣布，宣布安全，你知无？讲要来找美人嘞。哎，那找美人呢，我冲第一呢。啊，你哦，要来找就来找啊，找一条好多万华美人，万世观音万华美人呢。讲哦，这个嘛是三贤当中哦，算有三三，嘛是无三三的。这个哦，女神角就是女神角啊。啊，你哦，我看哈、哦，我来找这个美容的。那无、哦，这真正是哦，太阳神啊，这个太阳神啊，在这个武林当中哦，这个抢冠。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哦，我嘛赶紧嘞，
对另外一条路来个找这个万华美人呐、啊。比赛，我带我一个人。你老比赛是真是带一个人画，吼，唔知是吼，我看可能是公，可能是中央个人画，哼，我嘞哟，出来哦，金出来金丝，万出来万出来丝哟，我带个高手过来跟你拼哦，来哦，出来哦，出来就出来。哇，哪里哦？奇形怪状，哦，这样蛇魔带个蛇魔，蛇魔，咱蛇把酒喝白白，也无看过遐尼歹，因为。我你这对对来的狗叫我对我的来的我你对我的来的后面那个冠冕来的我对冠冕来的大集合小妹那个我对的孙来的突然好跟咱来的咱操我是拢对港宽拢港正的你来这边冲啊哎呀您三娘派要来找谁办我的太阳神第一样要来做做现实大家告诉我看你赶紧做这这样的现实啊我叫你死个真歹看你和我对的是我歹看就歹看就对了你不再问啥了啥人家是天地连三怪在我高中第一个的作证要来逼三林三娘派大家告诉你就要小心你就要注意小心小心就哪里小心呢烦恼就哪里烦恼呢啊要输赢不要紧这边哦算哦大吉龙嘛要输赢就来个看一个家伙你知道我的厉害呀、啊、哎呀气氛再出更严重
天门，五剑龙滚滚，这个失踪的机会来了，铁林三王太乙将军这大队人马，已经来找，顺这办事，来调查多王高文的，还命能前进。林姐姐，这要乃是三阳派三九管路一中之一。出力，出钱的高升，一点的牛根，当然你不跟，多蒙高玩你哟！另外，过年无代无钱，出这三个，出这三个，这不知在创啥？哦，安尼，酷酷精，酷酷浪，迄大家浪在浪在打，你知无？浪在我的卡层，我的卡层，我望看卖有代志无？我望看卖。大妈是啊是啊，卡层分到两边啦。讲一个小紧张，卡层两边是成的。好要是我们找什么人来解救我，我安尼吼，救救六六真正的哦，卡拢让你知无？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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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逆上，你对来逆上。三个公司，你来搞出的，希望你也当来脱落这个秘密。啥秘密啦？哈！今天，你便有国之龙，红乌提刀的，这些人的心魂。是不是多蒙高文呢？排名能前，红绿领先排表起。你咧讲啥？你咧讲半界？啊，国际罗马了，国际罗马啊，什么红绿领先代表起啊？这什么人我也不捌的啦。哪一个故事？希望你重新告诉我，这个秘密有关你的性命。我的真正不知啊，真正不知吗？你真正无要睡出吗？我都不知你是要安怎？真正不知你的想，你留在这个世间，也无我存的忌惮咯。啊！上！啊！是笑的哦！我跟你讲，唔知你唔知，这摆是安怎？我对你叫来，到底是安怎？哎呀，又又来啊！我来算啊，我来走啊！你个姑孙，你走去对去，用我的金弓环将你擒到等来。啊！哟！哇！
天来呀、啊，你来！这哦，看我什么人来解救你，我真正烦恼呢。哎呦，面头上，面头上救谁来呀、啊？明星啊，你嘛较早来诶，你即马才来，想我啦哦，我拢卡强，骨顶咧咧哦，你咩嘛，到未啊啦，真诶啊，明星啊，较紧诶，爱救一个啊！我真正不敌，这个人是另外一个人。我的朋友是国际流氓，就是国际流氓，不是传说当中东南离不见，多亡高万里，派命两千年啊！点去？你这人就是要来保护你朋友安全，想不到。你今天来到此地，解救大个故事，这就是你意外作对。杨一雄，你今天的行为，为了你终生的后悔哦！啊！一啊！哇！
现花言魔灵，花言魔灵魔魂大魔咒再度出现了。两位只好再出时点对付了。好，呀，救死别活呀！在各位在名声世人难为时阵，救世别父再度回上上风路。我喊来我就怀念不离，这时阵白虎白虎白虎为了家人已经将我喊来我就将这消灭了。交谈回天火喽！哦，一马一马，回天火交还呐！
对上救世白虎。朋友是国际龙王，不是东南李不给，请你放下杀念吧。最近我的朋友已经来到此地，要来找寻方向。你我两人无冤无仇，无需要展出无价值的斗争哦。无忌惮，但是我就感到无忌惮。你要一些最有救，来一个心怀生存，我的了解我无敢龙棍的厉害，一招魂心败吧。那就这样，救命不如救命吧。好，一招魂谁死，你要一些无敢龙棍，到底什么人的生存才能排高座名声？我卡昨天来我敢龙棍，到底谁生谁败呢？一个姑苏，你是一名退来表，想来离开出的，我叫你干顿。我的亲戚唔知，你两个哦，你三个哦，是真哩。今日好，安娜啦，好帅伊啊啦，好等去困两大啊，困一下补一下眠的啦。嘿吼，赶紧的哦，卖地下了，地下咧乱啦。点去？我一个姑苏。最近咱杀人出现奸污，不可能让你了解。我的弟要问杀人，天地人三国的厉害啦，回过来呀！唯一，来个多说，最后天地人三国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人来生存呢？危机时阵，到底有救世出现，也是大家故事有生命的危险呢？王八红魂温修完，国际如魔，云涌涌。咱故事演变如何？请期待，请收看咱明日咱本团精心制作《南北风云云秀园》国际罗摩英雄本的传奇。非常感谢，非常多谢咱在座来宾的捧场以及爱护，请收看咱明日的连续《南北风云云秀园》国际罗摩英雄本。有咱出席
厨师也准备要个大宴，大伙家乡家对万年富贵，祈求会当所人草顿顿福中，咱所有内底咱的委员会当个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